者大家好，我是君竹。君竹现在的地方是泰国的清迈，然后这个酒店是东方文化酒店，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五星级酒店，入住一晚要交30000块哦。其实在这本君竹的新书里面啊，我想要教大家一个这个新的想法。其实啊，有时候出国度假其实也是一种装扮自己美丽心情的好方法，所以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照出来之后也漂漂亮亮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这本书里面大家看到我们所有照片的风格呢，都是走比较时尚 look， 所以大家都会看到明明就是在一个很 casual 的地方，很休闲的地方，可是君竹的打扮就会是穿很高的高跟鞋，然后穿着很漂亮的小洋装，然后妆法非常的完美的出现在大家面前。那这次在里面就是终于圆了君竹爱漂亮的梦想，穿得比较时尚一点点。然后在这本书呢，是君竹跟前两本完全完全截然不同的书，也请大家好好的期待一下这本泰国的时尚书。我们现在呢，就刚刚骑完了大象，而且我们深深的觉得，我们刚骑那只大象应该有很多，因为那张非常非常。那只真的跟其他大象比起来，真是颠倒不行。这只大象好想红哦。对啊。在我们旁边。对。而且我刚刚一度就是骑骑，然后一直打歪起来，因为一直指着前面大象，我说你快看，还大便。等一下，我前面的大象就一直上厕所。真的，我终于见识到什么叫边走边打。跟他说不要爱上我。谁的对白？林志玲的，不要爱上我，假的，不要爱上我。一周开始这样写啊，都周杰伦都这样把林志玲，是那是周杰伦的台词，啊，真的哦，看过了，不要爱上我。最后是爱搞怪的发型师，殷勤，旁边的经纪人他不敢见人，对，不见，还有穿很少的统筹，还有穿很少。穿超少，是不是苹果日报记者？这个是饭店的公关，哎嗨，超辛苦的导游曾大哥，嗨嗨，我是老师凯杰。这位是发型师的助理，比较肢体一副，可以加你